阳，你现在干啥呢？我这把你当兄弟，你在这碰我女人是吧？老婆你在这咬人啊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碰过她没？江雪玲，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不嫌害臊啊？就你在我背后就干这种事儿，你有脸说我吗？你不害臊啊？我分怎么样？跟我过啥分呢？你让他说，我倒想知道我在他眼里到底是什么罪人。犯多大错呀！行，现在是不是都不背人了啊？来，你俩站一块儿。之前是说，哎，想去南方咋地咋地的，现在怎么是等不及了？我兄弟怎么对你多好啊？哎，我对你不好吗？西敏柱啊？我当然对我好，他不会伤害我。你俩别吵。行，哎，我问一下子啊，你俩是什么时候好的？是分手之前呢，还是分手之后？你是每次约完会之后，你是不是找我哥们去了？啊啊，搁这还给我演戏，你俩就一对。我用心付出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上梦还是曾经说的啧啧都珍贵。